首先，环形奇珍。起针完成之后，接着锁三针、起立针。这三个起立针相当于一个长针，接着钩针钩住线，绕线圈，编织长针。加上开始的起立针。第一行一共编织16个长针。16针编好之后，收紧线圈。接着最后。在开始的第三个起立针上面，编织一个引拔针。接着编织第二行，锁一针起立针，在引拔针的针脚处编织一个短针。接着，在下一个长针上编织一个短针，后面在每一针处各编织一个短针，针数不加不减，一共编织16个短针。第二行16个短针编好之后，接着在开始的起立针处编织一个引拔针。接着编织第三行，第三行锁一针起立针，和第二行同样的方法编织，针数不变。编织16个短针，之后呢，我们就这样一直编织短针，编织到第12行即可。现在第12行已经编好，第二行一直到第12行，每一行各编织16个短针。接着编织脚后跟的部分，首先编织第一行，锁一针起立针，按顺序编织，一针短针，一针中长针，一针长针，一针长针。2针长针，1针长针，1针长针，
一针中长针，一针短针。第一行完成，接着锁一针，调转方向，编织第二行。一针短针，一针中长针，一针长针。一针长针，一针长针，两针并一针。接着一针长针，一针长针。一针中长针，最后一个短针，脚后跟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接着调转方向，编织第十三行，锁一针，起立针，按顺序编织短针，一共编织16个短针。第十三行完成之后，接着编织第十四行，同样是编织一行短针，针数不变。之后呢，我们就一直重复编织，每一行各编织16个短针，一直编织到第20行即可。第20行编好之后，接着在开始的起立针处编织一个引拔针。引拔针的同时，换白色的线编织。接着编织最后一行。钩针钩住线，在第一个短针上编织一个长针四针的爆米花针，在第一个短针上编织3个长针，3个长针编好之后，将钩针取下。接着将钩针穿入开始的第三个起立针处，接着将线圈勾出，爆米花针完成之后，接着锁一针，空一针，在下一针处。继续编织长针四针的爆米花针，先编4个长针，4个长针编好之后，
将钩针取下，穿入第一个长针上面，将线圈勾出。爆米花针完成之后，锁一针，接着空一针，继续编织爆米花针。后面呢，就一直重复编织，这一圈一共编织8个爆米花针。最后一行编好之后，这样我们这款迷你的小袜子也就完成了。好了，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